黄香芹，孙悟空、唐三藏、猪八戒烧尽师徒四个人，西天取经的来听。来，我们有奖问答来了。来，问一下，来，我们送礼物哦，举手就送。现在看到我们的是孙悟空登场了，再来。请问观众朋友，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戏？请大声说出来。西游记。对啊，也西游记啊。请问你，它是什么戏？古代戏。全场就只有一位妹妹答对了，皮影戏。谢谢。好，来。来看到我们的传统的皮影戏现身了，猪八戒烧尽唐三藏，还有我们的孙悟空师徒四人西天取经，一路来到我们的桃园观音了。看过了皮影戏之后，再来看一下啊，嘿嘿啊啊！来，小朋友动动脑，这个是什么戏？讲哦，《西游记》的，《西游记》对，《西游记》啊，这是什么什么戏？啊，好，大家全部都知道布袋戏，对不对？布袋戏还有一个名称，三个字，我知道。掌中戏，标准答案，谢谢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三悟净、唐三藏、师徒四人，西天取经，一路十万八千里，一路来到桃园的观音路。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自我介绍，我就是孙悟空。哦，你哪是孙悟空？你呀，什么孙悟空？不可以赌博啦，不是孙悟空啦。哦，阿伯，你啥？我叫孙悟空啊！你去买香肠，剩下五块钱哦。阿伯，你哪是孙悟空？不是呀，嘻嘻，我是讲我是齐天大圣、美猴王。孙悟空哦，笑死人！咱的演播地出来介绍你的名，介绍十分钟，我出来都不用介绍。小朋友，大声告诉他，我叫什么名字？猪八戒，你来看，全台湾校园票选第一名的偶像。都是猪八戒，谢谢小朋友，等一下我送你小礼物了啊！好啦，大师兄啊，二师兄啊，卖完鸡啦，卖小鸡啦，哦，咱头去迄个2023桃园迄个莲花季跨年会，心花开，心花怒放，好开心，好 happy 嘞！阿弥陀佛，现在，叔啊，肚子又饿了嘞，嘿。咱卡路讲有吃香肠嘞，有吃豆干，搁吃鸡肉串嘞，这边有很多好吃、好看又好玩嘞，你可能不懂哟。我猪八戒就是肚子饿嘛。哦，桃姐们跨起来，就是火云洞，哈、哦，火云洞是啦、啊，有洞的所在有灯光，一定有人。咱前往个化缘，哦，好，我化会，我要化汉堡、披萨、达美乐、披萨。行啦，讲到吃真快呀！来去，火云洞行。好，来去，哎呦喂！孙悟空、唐三藏、猪八戒、烧尽师徒四人，西天取经一路来到了火云洞。火云洞的地方出现了妖怪了，喷出了尸精，哼，喷出了腮肉，火云洞里面的妖怪很多，除了狮子以外，还有老虎。哇！火云洞根本就是一个动物园哈，来这有狮子，有老虎哦。狮精虎怪现身而来，有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就是狮精。哦，你有都狮子精，哎，什么狮子精？
塞车啦！啊你咧？喵！哎，哪喵？我是那个虎怪老虎泰哥先生。哎，什么泰哥？不啦，泰哥啦。那什么？来到，咱已经侦察敌情，火云洞来个四个不速之客哦。哦，是什么人？孙悟空、唐三藏、猪八戒、沙僧、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来个咱的火云洞哦。火云洞啊，阿内来讲，道高咱的大王哦，对吼、哦，火云洞来邀请我们最可怕、最可怕小朋友，千万不要看哦，眼睛遮起来，不然你看到可能会很恐怖，做噩梦哦。最恐怖的火云洞的魔王来了，小朋友可不可怕？一点都不可怕，怎么长得跟你好像？嘿啦，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嘿，我同班同学。我是啊，火云洞的男主角大魔王，我叫做红孩儿。哦，最可爱的魔王，你就是红孩儿。我爸爸就是喵猫王，我妈妈就是铁扇公主。哦，安尼哦，大王啊，嗨啊嘞，因为猪八戒、孙悟空来啊嘞。没问题，我会动，我施展法术。啊，你们施展法术，什么法术？莲花转转转，好哦。我们今天是莲花季，所以只要通关密语讲到莲花，就会开始转起来。对对对，莲花转动了时空隧道，要把孙悟空、唐三藏他们师徒四个人，把他丢到桃园观音莲花季。哦，阿弥陀佛，有没有机会把那唐三藏抓起来？对对对，好，来准备，好运转转，莲花魔法。变！摇！莲花转转转动时空隧道，现在我们时空隧道启动之后，莲花转动起来，大家来到莲花季看莲花。红孩儿大魔王施展法术，施展的莲花法术已经把孙悟空师徒四人从古代送到了现代了。大师兄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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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哎，我怎么在这里？嘿！我刚刚不是跟大师兄去那个火云洞里面，师傅唐三藏要化缘了、啊，阿赖阿赖，哦，天旋地转呐、啊，有看到莲花好漂亮，转动起来，我从古代跑到这里，请问观众朋友，这里是哪里？哈哈，连小朋友都知道，我们桃园观音的莲花季哦，哦，桃景真老了嘞嘞。哦，我们2023桃园莲花季哦，好吃好看又好玩。我们局长说的，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都有精彩的艺文团队哦。来，前面有特别节目，还有猪八戒当导游，当什么导游？你看，当导游了，带领大家来去欣赏莲花季，行行行，来去看莲花。2023桃园莲花季，莲花转动，精彩的节目来了！莲花转动，好运转转，我们大家来莲花季看精彩的表演团队，系统滚龙珠来了！转转转，连起来！转转转，是谁说连起来？系统带来滚龙珠，好运转转。只要莲花转动，就会出现精彩好戏哦！来看一下系统滚龙珠。来，好运转转，用这个海象灯，可能观众朋友一世人吃袂空。来，用这个海象西，可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吹什么笑？大家笑嗨嗨！带来我们的降龙仙瑞来了。哇，来到你
莲花季有很多多元的音乐、舞蹈、戏剧，多元偶戏来呈现。来看一回布袋，看到这地方无同款的表演，后人娘后人西，反正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吹着目睭，大家笑嗨嗨，来我们降龙仙女，人家龙头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家孙龙家老好不？来，龙神龙摆尾，又加两位，反正各位要会当探机会啦。小朋友，你知道龙住在哪边吗？住在水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水的地方就会有龙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请爸爸妈妈跟我小朋友一起来，把你的双手借给我，摆动你的水浪，游泳来了，有水的地方，龙来了。哎，那边的水最多，妈妈跟小朋友很配合，来来，转动起来。哎，龙来了，好嘞，各位龙好啦。接下来，接下来哦，今晨的莲花季，一春接一春，十五六牛好康做哪个灾？降龙仙女来了。有水的地方就会有龙，好了，各位龙好啦！精彩节目多，莲花季，大家烧酒来去洗哦。精彩节目来，现在我们舞台去我们的朗龙，我们舞台上有再来。狮子僵尸仙队来了，来精彩节目，台上台下一起来，嘿，掌声葡萄菜，来各位吹着酒笑嗨嗨，来观众朋友来看一下，狮子摇屁股摇腮尾，来各位大家探机会哦，来掌声桃，来观众朋友大家葡萄菜葡萄桃。来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给我们掌声加尖叫，掌声一大声，莲花转动，好事会发生。来，狮子长大了，来欢迎一下，大只的狮子来了。刚刚一开场的时候，我们的吉祥星带来半仙，我们的小朋友拿到礼物，对不对？比较慢来的没有，没关系，祥狮仙队来了。好人龙人西，好了，各位吹个篮球，大家笑嗨嗨。哎，狮子来了！狮子是一个除瘟辟邪，有狮子走过的地方就不会有瘟疫，百毒不侵哦。让大家疫情平息，身体健康，祥狮仙队！来，比较慢来的小朋友，没拿到礼物的来了，狮子来了，后面的，来这个有加持度的礼物哦，来来来。欢迎恭喜招财进宝，还这样子很公平，大朋友小朋友前面来，后面来的小朋友都拿到我们的平安糖，欢迎恭喜大吉又大利哦。哦，我们的台上台下非常热闹哈，到了祥狮仙队。狮子摇屁股哦，来来来，给他看一下，来掌声嘞！哇，恰集团的爆肥哦，我们把义阵整个浓缩到里面的，让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家一乐来看布袋戏，认识我们的义阵，了解传统文化，来来来，掌声出名嘞！僵尸仙队来祝各位。现在的天气最凉最舒服，赶快来看表演，好戏正要开始而已哦。等一下邀请到我们的八点档的男主角巨星来到现场，赶快准备好来看八点档的男主角来了。现在正头最夯的这一位，我们特别重金礼聘来的哦，机会难得，请入座时。好，我们祥狮慢慢陪着大家拍照，来看到舞台区来了，小丑马戏团。来看
杂耍特技，我们的演出呢涵盖所有的年龄层，那么爸爸妈妈、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都欢迎来看一下。布袋戏他会表演木头人吹气球，要掌声鼓励鼓励，掌声越大声，气球越大颗，谢谢。掌声不要停，气球不要停，给他表演吹气球啦！除了嘴巴会吹，嘴巴会吹，还有哪里可以吹气球？哦，观众朋友，掌声都没有停的哦，头发也可以吹气球啦！讲无停，真正无停的哦。好，既然观众朋友都捧场，你的掌声没有停，我们气球就不会停。看看头发吹，嘴巴吹，还有哪里可以吹头发？左边的耳朵也可以吹气球啦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嘿！小朋友越吹越大力哦。右边的耳朵也吹气球啦！来来，掌声加尖叫一起来，连衣服也可以表演吹气球啦！哇！天女散花，前面的衣服都吹气球了，过来过来，掌声不要停，气球不会停的，看一下小丑马戏杂耍特技，一二三，放屁也可以吹气球啦！谢谢。来来来，你那里老邓九老卡阿木九老八阿公阿妈吼，爸爸妈妈小时候看的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这个是布袋戏里面传说中的耍盘子来了，来看一下，让我嘿，来来，下午莲花戏看表演，晚上吃火锅，火锅盘把它端出来。哦，天气有点那个风哦，这里这里小心小心哦，来，这个阿公阿妈小时候都有看过布袋戏里面的经典画面耍盘，现在我们科技进步，小朋友都很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我们特别在莲花戏把它复刻重现，来看一下转盘莲花转转，好运转转，连掌声鼓励鼓励，赶快拍照，赶快拍照哦。好运转转，跟丢跟丢，气球气球，真的行！举霸球，招亲友，杀木精，重复完了，一二三，哈！哇哇哇哇哇哇！盘子都撞倒了。小师弟，小师弟，我婚礼，什么婚礼？当珍珠奶茶的婚礼，嘿！人伫莲花镇咧看精彩的表演咧，啊你用撞的，不好啦，二师兄，原来迄个是火云洞红孩儿施展魔幻戏法，用那个莲花转转，我们来到莲花镇，看得好开心，忘了我们的任务要救师父。哎呦，哎，我跟小朋友玩得好开心哦，都忘记要找师父了，行啦，来去火云洞，哦，行来去火云洞，小朋友，妖怪要出来了，赶快坐好，坐好，不要乱跑，妖怪很恐怖的来了，走那去。猪八戒、沙悟净忘了要找师父，现在来到火云洞。小朋友小心哦，真的很恐怖要出现了哦，爸爸妈妈把你抱好，不要被妖怪给抓走了哦。哎，这就是火云洞。对啦，前面哇绿毛毛，那就是火云洞。哎呦，我们把那个绿毛毛的山洞把它转开来，准备把魔幻戏法那个火云洞把它转开。好，猪八戒要把你抓起来吃烤乳猪，丢了，走！糟糕了，妖怪真的出来了！救命啊！小朋友，赶快逃跑！没有洗手的，没有洗澡的，那个妖怪最喜欢脏脏臭臭的小妖怪来了！哈哈！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就是最可爱的大魔王，我要来吃小朋友了。有没有人没有洗澡的？啊，妈妈说他没有洗澡哦。哎，要常洗手，才不会有肠病毒。
每天都要洗澡，洗香香。我大魔王要来吃香香的小朋友，尤其那个猪八戒，Q 嫩 Q 嫩，肥嫩肥嫩，我最爱，把它一猪三吃哦。可是哦，小朋友，我哦大魔王每天都滑手机，每天都玩三 C， 玩到我近视一千度，怎么看的母傻傻，我现在看不到了。有没有小朋友可以跟我说猪八戒躲在哪里的？告诉我，送你奖品好不好？小朋友，你怎么可以为了奖品出卖我猪八戒？我猪八戒如果被抓走，我会被他一鱼三吃的。救人哦，救人哦！哦，底下底下，拍照拍照！糟糕了，猪八戒被小朋友出卖了，出现了超级大魔王，金丢金丢，气个气个。观众朋友，每个故事都是这样演的，当好人被坏人欺负，都会出现的传说中的大侠。请问你，西游记里面的大侠是谁？孙悟空。我们演了那么久，孙悟空都还没出现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欢迎我们八点档的男主角来了，我们的孙悟空的原型巨星大